他现在怎么样？谁啊？周五啊？还好吧？周五的事情，林玉都告诉我了，我对他不感兴趣。你是问柔柔谁？林玉也应该告诉你了吧？他拒绝我了，而且直到我走，也没让我见到孩子。那你回来之后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我们不是都结束了吗？可能吗？我和你有这么刻骨铭心的过去，我当初放你一马也是因为你思子心切。可既然现在已经对阮若水死心了，你回来就应该跟我报到，为什么不来？是，我是对阮若水死心了，可我对你的感情也淡漠了，慧敏。我非常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不仅如此，我要感谢你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造就了我的今天。可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，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不要再提它好吗？不可能，我身上还刻着你的划痕，脑子里还记录着你的历史，手上还攥着你的前途，你觉得我会撒手？那你想怎么样呢？结婚，尽快。我要是不结呢？我会把我所有知道的一切都说出去，而且是用书面形式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可是给我写过认罪书的。一切。对，一切，包括我和你之间的隐私。连你自己，你都要毁灭吗？对，玉石俱焚，只有这样，我的揭发才可信，证据链才完整。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。你最好是相信。你知道吗？我爸死了，在世上我再没有任何亲人，因为和你的那段过去，我也不再奢望能够找到另外一段幸福的婚姻。你是我人生所有的希望，过去我对你的引导、矫正、宽容。帮助，都是为了今天。现在是我收网的时候了。好，既然你不仁，也别怪我无义了。咱们赌一赌，我宁愿拼个鱼死网破。网会破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这条鱼呢，肯定会死。这个是复写件，你明天回去吧，我给你24小时考虑。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会把复写好的信寄给有关部门。周文，你要想不娶我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杀了我。你对我充满了憎恨，现在我也对你充满了仇恨。这样的婚姻你还要吗？要，我看好你，周文。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你具备领导的素质，而且前途无量。我要的也不多，只要你给我一个正式的名分，除此之外，我能给你足够的自由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结？明天，介绍信我偷偷开好了，登记的地方我也安排好了。咱们可以只登记，不办婚礼，甚至可以不同房。等你什么时候调回省里了，我们再什么时候公开，怎么样？好吧。为这事儿，咱们干一杯吧，来。周五那个傻瓜怎么样了？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他呢，要不是他这个傻瓜，我这个网可撒不了这么大这么远。回去替我问好啊，将来你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他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掐死他的心都有。你要能做得不露痕迹，也行。
像他这种只会用感情处事的烂好人，你每走一步都会是你的障碍。停车，停一下车。给。放你那儿吧，我那儿没地方放。那也行。你可真行啊，我连户口都没有，你竟然都能登记了。你的档案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，错不了。其实啊，那里边还得加好多资料呢。咱们现在都是夫妻了，你还想威胁我？不会，从今以后我是你最优秀的仆人跟助手。当然了，前提是你别想跟我离婚。你看你又来了。我上我宿舍。不。那去宾馆。不。那你想去哪？你下车，我回县里。你就这么狠心？我得工作。行，那我走了。档案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，错不了。其实啊，那里边还得加好多资料呢。妈，啊，姐，上来了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哎，多多，给姐盛碗饭去。啊，别盛了，别盛了，快吃你的吧。我不想吃。咋样啊？到医院检查了没有啊？去了，两个多月了。哎呀，这事儿赶的，真够倒霉的。怎么了？跟蓝天生气了？没有。没有你耷拉个脸。妈，借我点钱吧。要多少啊？10块。10块呀？啊，可能没有。给，7块钱。哎呀，拿着吧。哎呀，说这钱儿吧，都一年了，整天啊说找工作，在外头成天吃饭抽烟啥的。前天有个10块，让他要去了。收起来吧。哎，你拿着吧，我后天就开工资了。哎呀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快收起来，吃米饭。要不是你二哥呀、给我纳回这退休金，还时不时的整天给送些油啊面的，你说我们娘仨吃饭都成问题了。你说人家工作没了，反倒贴补我。你说你大哥，还有你家那兰亭，我想起你二哥的事儿我就来气。你说他这事儿，他们不能说个话呀。这是我大哥的意思，本来呢想使个托把他俩给辞了，然后再给我二哥招回来，但是现在我大哥天天忙，也不知道他想什么，所以
不好使劲儿。你大哥忙啥呢？啊，从上回学习就回来一趟，这不是因为你二哥的事儿吗？跟我生气，吵两句嘴就走了。这都半个多月了，连个人影不见。吃你饭。我听说我大哥现在弄一水泥厂，还有一化肥厂。他不是管文教了吗？咋又管建厂了？那个老县长生病了，看病去了。我大哥现在是代理。我听说，如果钟书记顾问了，我大哥直接就是一把手了。行，钟书记，钟书记，钟书记，我进来看看，你接着走，接着走。好，好，那我马上吧。好的，好的，你忙。好，这个围墙和仓库啊，必须马上建好啊！我跟下边的公社和砖厂都打过招呼了，下礼拜开始往这送，钱先赊着，让人安排把数量记好。哦，有人负责。好，先期工程呢，咱们月底前必须完工，把这地给圈上，工棚建上，地平整好。把临时的仓库给建上，下个月资金一到位，我们的一期工程马上开始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行，那今天就这样吧。哎，今天谁值班？我值班。嗯，好，值班的留下，其他人可以散了啊。砖呢，下个礼拜开始往这送，明天是星期天，大家伙儿要休整一下。当然了，值班的按时来啊。那我们两个先走了。行啊，好，走，好，我们先走。好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好好好，走，走，走了，好。行啊，周县长，你这有点指挥千军万马的劲头啊！小打小闹，周姐，您喝水啊！哎呀，咱们县啊，有史以来呢，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工程，这还一起俩。周县长，大手笔啊！这说起来啊，还得感谢省里的林书记。这水泥厂就不说了，咱们是有利条件，但是化肥厂给了咱们县，其他县意见老大。那当然眼馋了，但是眼馋没用啊，他们得有这人才啊。刚才我一下车就看出来了，你这管理的挺好。就门前那个自行车，你看一个个停得规规矩矩的，有点军事化的意思。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啊，最看重的就是这军容风景。虽然咱现在呢是地方了，但也得有部队的纪律，是不是？是，你说的对。你喝水。哎，这是啊，这是刚刚他们设计出来的图纸，这是仓库的一个草图。哦。啊、嗯。升的倒挺快，有啥用啊？自己的俩兄弟都没个正经工作。兰丁说，这才是我大哥的高明之处呢。不说别的，就那俩工地，随便一个给我二哥合群都行。但是呢，我大哥就是不干，他就是想让别人说他是清官。也确实，现在好多人都说他好。就为这我二哥的事儿，团里局里没有一个人敢吭声。就是怕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。哼，你大哥啊，要是个清官也行，可我总觉着他是在跟你二哥较着一股劲呢。你说一提到周武，你看你大哥那脸，啪嗒一下就撂下来了。嗨，每次你一说二哥都念他的好，但你一提到大哥，每次都呲呲哒哒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一县之长。但是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，他心里能数得了啊？他要什么地位啊？我打个板把他供起来啊！真是的，一想到你二哥的事儿，我就跟他来气。双啊，你今天说话怎么向着他呀？啊，我才不向着他呢，这些都是兰亭说的。兰亭现在跟我大哥走得特别近，我们文化局要提副局长，兰亭一早就盯着这事儿呢。哼，想走你大哥的后门是吧？你家那小兰亭啊，也是个势利眼。哎，双啊，你要买啥呢？那兰亭没钱吗？妈，丫头明天过生日了。哟，干妈都忘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没有钱。哎，要不我上老蔡家看看？哎呀，不用，算了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说你这个事儿，也真够闹心的。不让你跑吧，孩子在那儿呢。可你总这么跑，
那还有不漏的呀？啊，没事儿，我都是中午去，漏不了。妈，你说丫头这么小个孩子，我怎么觉得她跟大人似的呀？什么都懂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看我一眼，我那心咯噔一下，然后我看她的时候，她就跟没事人一样。你说，我们这事儿她不能知道吧？有啥感觉啊？那倒没有，他跟我不远也不近，不冷也不热的。是不是作孽了？我欠他那么多，我每次看着他的时候吧，我心都揪得特疼。来来来，喝。行啊，你这酒量啊！插队那时候，大队有烧锅，护理的王小子每天都弄，练出来的。哎，婶儿呢？那不是叫他一块儿吃呢？啊，不用管他了，还有俩菜。哎呦，别做了，这都吃不了了。周二爷，嗯，你看我到咱们县工作好几个月了，您对我的帮助太大了。嗨，在您身边，我真是获益匪浅。我敬您一杯。好，小周啊，我怎么叫你不生气吧？哎呀，我生什么气呀？您本身就是老革命嘛，我充其量也就是个小鬼。小鬼，好。哎，周先生啊，你这个人呢，最让我满意的就是这个谦虚，周二爷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啊年轻有学问，还留过洋，再说啊还有根子。嗯，一般的年轻人要到这个份上啊，就目中无人了。像我这种土八路，哼，根本就不在眼里。可你和他们不一样啊，那你对我的尊重啊，那不是表面上。今天喝点酒啊，我也跟你交交心。去年搞的那个试点啊，其实我是听到不同的意见。至于谁说的呢，就不提了。反正啊，我是耍了点手腕，搞了点小动作，多了你的功。我啊，也是考验你，看你能啥反应。你不错，不仅没表现出不高兴，还积极的帮我出谋划策。我那几个试点啊，很多主意都是你给我出的嘛，这我心里都有数。我更有数的是啥呢？是你这人呐，可信可交啊。周二姐，您过奖了。哟，这是又喝高兴了呗？他这人啊，平时不喝酒，怎么着都好。这酒要是喝上几盅啊，那就不是他了。来，周县长，小鸡炖蘑菇，你尝尝。啊，行，婶儿，你忙活半天了，坐在一起吃吧。哎呦，我那还有一道菜呢，马上就来。少喝点儿，喝多了嘴又没把门的了。没事没事，小周啊，不是外人。不是外人也不能使劲喝呀，可别把正事儿给忘了啊。行行行，我知道知道，我们这谈工作了，你去吧。啊啊，行，你们喝着啊。哎，婶儿受累啊。哎。小张，你尝尝来。哎，好。来，周二爷，哎，你来，你来，我给您加块肉。哎，好好。婶儿，这小鸡炖蘑菇做的真正宗啊。哎，他不行。嗯，这味道真好。他也就是打个下手。哎，这都是王丽做的。是吗？哎。哎呦。这王丽这不光戏演得好，这菜做得也好啊！啊，真没看出来。哎，我这外甥女啊，比我亲闺女还亲。哎，我跟你说过吧，当年要不是她，我这把老骨头啊，早都不知扔哪去了。是啊，难得。那个年代，亲生儿女闹划分界限的也不在少数。嗯，太难得了。哎，就是这找对象的事儿啊。叫我发愁啊！你看，三十来岁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哎，前一段那不就看上你弟弟了吗？嘿，你看，没想到人家那还有个领子。
这老头子我看是又喝多了。这菜还没上齐呢，他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？就是，哎，你那事儿好像还没谈呢，可别喝多再给忘了。忘了才好呢。舅妈，我还是觉得这事儿吧，有点别扭。哎，周县长人那么好，你可别犹豫啊！错过这机会，那上哪儿找这条件去？嗯，我那个弟弟啊，那真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主。他脑子一热往前拱的事儿，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也不是没劝过他，可没用啊！你看他现在那事儿闹成那样，让全城的人当笑话讲，我是真的没办法再说了。你呀，误会了，我不是让你去劝他，你别生气啊。他那种人啊，我看跟我们这个家庭跟王丽啊也不合适。那就是他同意了，那我也得反对啊，我得对我外甥女负责嘛。其实他人并不坏，就是做事不走脑子。他平时还挺热心肠，那也不合适。哎，对了，周县长，我好像问过你，没对象是吧？啊，是。你看，我说我没记错吗？你看王丽咋样？那钟人家，您喝多了吧？哎，多什么多这点酒这。哎呀，来来，我再给您加个小酒。咋，看不上啊？不，钟人家，你看您这说的，其实呢，我今天啊还有重要的事没跟你讲呢，咱们那个水泥厂事儿。哎呀，你别往旁边扯了，今天不谈工作，就给你保媒。这你来了。哎呀，哎。来来，摆这儿。哎，好。看你这红头胀脸的，快别喝了，让周县长多吃点菜。对，多吃点菜。去去去，我们正谈王丽的事呢。周县长，你给句实话。你看你，哪有你这么保媒的？这冷不丁的，怎么也得让周县长考虑考虑。哎呀，你先出去，先出去。正说着呢，还没表态呢，我去听听。哎，我去听听。嗯，小周啊，你放心啊，无论你同意不同意，那都不影响咱俩的工作关系。有啥话你尽管说。钟书记，您这么看着我，我真的是打心里边感谢您。王丽呢，也非常不错，这家庭。也没得挑，可是他一直喜欢的是周五，在他们剧团，大家伙都看出这苗头了。你看，我正好又是周五的哥哥，又在这个位置，你让我跟他再交朋友，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了？而且这还会影响到您呢，何况咱们俩大班子，这对工作也不利。您说呢？你说的这些问题啊，那都是小问题。关键是我外甥女这个人啊，你相中没相中？这你说的其他的什么工作啥的，那都好办。哎呀，这就是不影响工作。这不是还有我弟那点事儿吗？我怕别人说闲话呀。你弟弟那边不都轰轰烈烈了吗？那咋的呀？哦，我外甥女追求过他，哦，他不同意，那我们还不能找对象了？真是。那不是，我是周五的哥哥吗？那咋的？他俩又没谈过恋爱。哎，我不说了吗？先悄悄的嘛。哎呀，你呀，就别找借口了，给我句实话，行还是不行？王丽同意吗？早都问好了，要不能叫他在这儿做菜吗？舅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干！
干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我说你们俩也别在那外屋躲着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一起吃吧，来。周县长好。哎，哎，快坐吧，快坐吧。现在重点保护对象。哎呀，没那么娇贵。真好看。也不看谁弄的。你这又是送给谁的？杨局长儿子结婚，我这是烫对虎送给他。送虎不合适吧？怎么了？人家姓杨，你送虎，虎吃羊，不好听啊。还有这说的呢？啊，乡下可讲究了，要不然。你烫对别的，这个反正也浪费不了，这么多人求你呢。也是哈，别费半天劲再犯了人家忌讳。就是。可是我这还得再买胶合板，你不早跟我说呀？早我不是也不知道吗？那我这个明天就得要，这一烫就得烫一对儿，要不咱明天再去约。那哪成啊？邱大夫这么难约，咱好不容易约上了，嗯，要不。我自己去，你先烫那块儿，回来的时候把胶合板给你带回来，这不也不耽误你用吗？你自己行吗？你现在有什么不行的？就你大惊小怪的，没那么娇气。你要不约姚大夫，我都不用去。姚邱大夫必须得约，那是咱这最好的妇科医生，听说是男是女都能看出来。哎呀，哪那么夸张呀？那你在家先烫那块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。嗯，你得给我点钱。哦，好。多少钱啊？怎么着不也得20啊？哎，咱们公费医疗用不了那么些个吧？啊，检查是用不了那些，但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见什么都馋，都想吃。我兜里头也没钱了。嗯，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。嗯，晚上咱们吃饺子，我带肉馅回来，你等我啊。好，走了啊。嗯，一路小心啊。哎，双儿，到前面来坐吧。好啦。啊。怎么跟做贼似的呀？我是为你好，你舅舅不是说要先悄悄的吗？我看你是为你自己好吧，我还真不怕，别人爱说啥说啥。上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你怎么自己开车啊？我司机他妈病了，我给他放假了。我自己开车不好吗？好啊，但是有人议论你啊。议论啥？从来没见过哪个县长自己开车的。有人说你年轻有冲劲儿，是改革派，也有人说你爱出风头，出嘚瑟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觉得挺新鲜的。
这爬山啊，得有一股子冲劲儿啊！加把劲儿。你每天早上不都练功的吗？我累倒不累，就是我这鞋不行，你又不早说。那行了，来，我拉你。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你能爬我也能爬，你等着的。马上到山顶了，啊！是啊，加把劲儿。这可真美啊！美吧？将来啊，在那儿建一个水机场，到时候开出一条山路来，山拐角过去呢是一个湖，用水也方便。怎么样？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了。原来您这谈恋爱还不忘工作啊！一举两得嘛。等到这个水泥厂建成了，咱们的工业产值啊就能翻一番，再加上那个化肥厂，五年以后，咱们就可以成为整个地区工业产值最高，也就是最富有的县。陆县长，我发现你和你弟弟真不一样。是吗？怎么不一样？这周五身上吧，有股子实在劲儿，让人觉得亲近。你身上有股气势，叫人觉得害怕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你说的很对。其实，这也就是鹰和鸡的区别吧。哎，你没听过那句诗吗？鹰有的时候飞得比鸡低，可鸡永远也飞不到鹰的高度。过来了啊，阿琴呢？哎，门口牌子怎么换了？啊，这不那个剧团的孙老师他爸腿疼，完了让周五给扎固好了，人家给做了块牌子，今早来给挂上了，挺像样的。哎，我二哥跟英子姐呢？啊，他俩回刘家铺子了。怎么想起来回那儿了？啊，这不我这个腿嘛，欠人家一万多块钱，昨天可下攒够了，今天早上赶忙给人家还饥荒去了。这还不到一年就赚一万多呀？可不，哎呀，这还不算人吃马喂呢。你进屋看看去，那油粮吃不完用不尽的。这周五可真能耐。是，哎，那你怎么没去啊？啊，叫我来着。我吧不愿意看那俩老犊子。再一个，你说我要是跟丫头去了吧，这就得锁门。你要来了，扑空了吧成？哎，别忙活了，放那儿来。给。嗯。啊，那啥，那有凳儿，你快快快快坐。坐这听多舒服呀！你别管我。啊，哎，你这整得挺好的哈。啊，啊，我这个你说啊，这周五给我设计的。哎呀，你看半自动的，可好了啊，移动沙发。我哥就是能耐。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今天就结，他俩吧早该结了，完了怕我跟丫头别扭，一拖了就小半年。前天叫我给说了，我说你俩啥意思呀？完了英子跟我说，说把积分还完了就结。Thank you.
过来了啊，丫头，你拉的真好听，进步了哈。不好。来，姑姑，那个，咱歇会儿呗。姑给你买一件衣裳，你试试啊，可好看了。哎呀，花那钱干啥呀？看花的好看吗？我不要。姑姑给你的你就要。为啥呀？因为是你的生日呀，过生日就得穿新衣服。来试一下。你咋知道？你爸和你妈跟我说的。谁是我妈？这孩子林姿是你妈呗。我说是亲妈。你不就一个妈吗？这说啥呢这孩子呀。不对，你是我爸，他是我妈，对不对？你瞎说啥呢在这儿？你听谁说的呀？你是不是我妈？我恨你，别再上我们家来了。丫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丫头，我是你亲妈，我是你亲妈，你是我亲生的丫头，我不骗你了。我说啥呢？不能说。对不起，丫头，我错了。哎，快跑，丫头，快跑！哎，哎，哎，别动手！淫妇，不是，哎，别动手，丫头，快跑！兰亭，都说你个淫妇啊！啊，你有什么事骗我？兰亭，你听我解释。说啊！别说！我不，我不送你妈回来。松开！这是个误会，可不，我去，躲开！我回来！哎，可松开嘴你！丫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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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，快上医院呐！上医院呐！上医院呐！丫头，丫头。丫头，穿着高跟鞋呢，来来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脱。你躲开，丫头。大壮。你这干啥呢？你这是，大哥，救命！丫头让兰亭摔死了。啥？人呢？上医院了。哥，周院长，我当时真是气疯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，他上来咬我，我就一甩手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没人说你是故意的。好在丫头只是摔昏了，没有生命危险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。这儿说话不方便，咱们外边说去。
走了好远，走淡了激情与浪漫，有过的时间聚聚散散，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。翻开旧照片，让记忆回到从前，你的笑是那样的甜，那是相识的第一天，情与浪漫，有过的时间聚聚散散，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。爱不是心跳的每天，情不是细细的一根线，昨天今天明天，让我们牵手走到终点。爱不是心跳的每天，情不是细细的一根线，走到终点。